在服务贸易馆交易也非常活跃，这家来自英国的飞行员培训公司就通过进口博览会的平台与东方航空签下一笔关于机长培训的大单。东航这样的接触使得我们互相都可以取长补短，我们可以为他输送我们先进的飞行员还有航空管理经验，他们可以给我们就相当于在国内打入一个第一个进口。全球知名的第三方测试检验认证与咨询服务机构毕维集团不仅亮出了他们的区块链技术应用等新服务，还与中石化等国内大客户签下多份重量级合作协议。对于不少国内企业而言，对物流、金融、检测认证等第三方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因为贸易机会多了嘛，作为我们这种专业贸易公司的话，你不可能每一项都很清楚很了解，就通过一些当地的一些机构啊，一些服务商啊，一些贸易机构啊，通过配合，这样子有更有助于这个贸易的成交。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